哎，周一红，干嘛去？去在这收拾完了，我回宿舍。行，那什么，过两天咱们和奥盛学院的友谊赛，知道吧？嗯。刚才我去训练馆看了一下，地面太脏了。你啊，赶紧上去收拾收拾啊。我？不然呢？我帮你收拾啊。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那个，击剑馆是咱们振宇学院的门面，一定要认真。 一定要认真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好好好。你自己不来。